一包刚刚好就是大概有1.5颗的鸡蛋。哦，对，然后另外呢，它等于3杯牛奶的钙质，哇，那钙是天然的海藻钙，哦，很重要，就是还有另外一个发育期镁这个成分，哦，那这个其实真的对他们来讲，其实真的很棒。怎么样让它能够就是在成长的这一条路上，就是也不要输在起跑点，哦，那最近其实我真的就上网发现了一个我真的觉得还不错的好东西，就是要来介绍给大家 S702 黄金成长素，其实就有不同的口味，除了有原味以外，香草布丁，还有巧克力，草莓，还有草莓，对对对，而且它没有热量，也低热量，还有布丁口味，对对对，就是香草布丁，而且它低热量，也没有什么负担，它喝起来其实泡起来，你们可以喝喝看。现在是用温水泡吗？对，先用温水泡，然后你们的都是就是各个不同的口味。那我在家里其实我就会把它那个就是会 mix， 比方说我今天可能就是像这样子，我就原味。或者是加自己本身的牛奶，或者在家里，如果你有什么燕麦奶啊、豆浆啊，然后你就可以另外再加一包，哦，就每天让他喝。他除了有我们刚刚讲小朋友，其实在成长阶段最重要就是钙，嗯，哦，然后另外他还有一个优质的蛋白质，有一点像牛奶的口味，嗯，然后另外呢，他就是有50种不同的那种就是专利的成分。他真的很像小孩子 baby 喝的那个有那个牛奶味道。那小孩其实是不排斥的，只要小孩不排斥，你就会觉得哎是非常 OK。而且我觉得他就是他一包刚刚好就是大概有1.5颗的鸡蛋，哦，对，然后另外呢，它等于3杯牛奶的钙质，哇，那与其你说什么每天要500cc， 要2杯，要叫小孩一定要喝2杯才够，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一包其实真的就刚刚好，所以我觉得它很不错的地方，比方说它还有乳清蛋白，而且这个乳清蛋白是全球很大很知名的一个制造商，哦，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它好吸收以外，还有很棒的钙。它的钙是天然的海藻钙，哦，然后再来就是成长阶段牙齿啦，我相信其实爸爸妈妈最担心的就是小朋友的牙齿长得好不好，哦，对我们的骨骼是不是能够支撑，很重要就是还有另外一个发育期镁这个成分，哦，那这个其实真的对他们来讲其实真的很棒，然后再来最后就是免疫球蛋白，那我让我小孩大概就是吃了这一段时间，因为我特别有去 Google， 因为像我们这种细心妈妈，就是你会去 Google 一下，就是这个东西有没有其他人也在推荐，是后来发现其实演艺圈也蛮多人在推荐，尤其是淡如姐，她也让她的小熊也在吃，对，然后我就觉得哎，真的还不错。然后另外呢，她还有像这个脑磷脂，就是它会让小朋友在成长的过程，因为你知道，尤其是小男生，就是会比较容易分心。有时候联络簿被老师写个红字回来说他上课不专心在唱歌，妈妈其实就会惊了一下，你知道吗？是是。但后来发现，哎，他好，其实成长的时候其实是还蛮能够专注的。唱歌你就让他唱啊。不他还是会影响其他同学啊。哦，所以他是唱很大声。他我们家那个合唱团的，就是很爱唱歌。突然练习一下，就可能想到他就会来哼一下下这样子。那我觉得他有这么多可以帮助小朋友在成长过程当中这么好的这个营养成分在里面，那我个人就觉得哎，这个对我来讲其实是很方便，再加上它这么多不同的口味，然后你只要上网其实你就可以搜寻得到，然后妈妈最担心就是吃的东西安不安全，对，有没有经过检测，然后它也经过那个 SGS 的那个认证的检测，所以对我们来讲第一它很方便，然后再来它就可以在小朋友比方说你可以早餐让他喝，然后或者是在睡前让他喝，哦，然后你看像我有给我小朋友喝啊，他就是喝完然后再去上学，哦，那至少其实让他补充到一整天的营养，对，然后上课也比较专心，然后就算他们现在就是小朋友你知道去小学哦，就是很容易被阿丘阿丘啦，对啊，那我们家小朋友其实现在都我就觉得哎，他保护自己变很好了，保护的还不错，就算天气那种早晚温差很大，可是他都没事，就觉得还不错。